你们千万不要跟伟忠哥去打球。什么千万不要？都打都是都有趣味，人有趣味嘛。他明明自己打不好哦，然后就开始了。你怎么报的嘛？到了第三洞，英文就出来了。就是问候人家的英文都出来了。这个我跟你讲，我不骗你，九洞那个甘地不见了，你记得吧？那个球场，那甘地说他肚子痛，他不只是肚子痛，我跟你讲。今晚11点，请准时收看《我们一家访问人》。